站住！怎么样？六皇子府岂容你擅闯？哼！青天白日，怎么会有妖怪？严查此案，臣在。臣一定想尽一切办法，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陛下息怒。 民间有传，四皇子私设祭灵台，引来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是否要做些法事？两大人休要胡说！拜祭阵亡将士安抚他们的遗孤有何不妥？四哥，你在和谈之日，大肆祭祀我战死的烈士，确实不妥。父皇，儿臣与西域人在沙场拼杀多年，此次和谈不过是他们为了争取休战时间补充军备，并无诚意。 敢问四哥有何证据？昨天无端找理由拒绝签署和平盟约，不就是证据吗？此次签约未果，情有可原。燕爱卿，臣在。刑部调查鬼狼一案，限期10日破案。臣遵旨。
来，老弟，这石破惊天是我沈家的独门秘籍，我修习多年才得以掌握，没想到你一年就学会了。独门秘籍？那大哥为何传授于我？兄弟之间何谈你我？那全天下能破解石破惊天的，只有沈大哥了。破解之法，待我从沙场凯旋了，再来教你。一言为定。